长得不一样，给一个微笑长街十里皆芬芳。世间怎能负一对，天下无双。江湖不再好玩，不想闯荡。有一个姑娘贪恋春风的模样，像落下花瓣邂逅流水盼天长。爱情住着的地方，开门见山。有一个人好喜欢。你宛若爱情如诗，如梦如风景。 哇，没想到梅姑娘胜负欲还挺强的嘛。嗯，在哪儿？兔子，你我怎么了？哎呀，笨死了！啊、二哥，我怎么了？这下你逃不了了吧？我吓死你！小兔子，快跑！ 就，哼，虫子，你还不放手？还在你身上呢，还在，虫子还在这儿，又解决掉一个。小兔子，快回家吃饭啦！兔子，哎，小兔子，小兔子，兔兔，兔兔，小兔子，你在哪里啊？ 兔兔，兔兔，小兔子，小兔子，难道兔子还会上树了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射起来再说。我这嘴啊，我这绝世容颜都被你给毁了，都怪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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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怪你，怪你，怪你！是不是射中了？你疯了！你不要命了！我没想那么多。你流血了啊？没事。我射中兔子了！兔子！你不知道，刚才太好玩了。哎呀！你看，怎么样？ 应该是我射中了吧？是我啊！看你的脸啊！看这个剑上的凋零，颜色跟你都不一样。你那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我这颜色，跟我这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说，谁射中不一样？哎，一会儿是，真的射中了，那是庆功啊！庆功，庆功下酒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有只虫子在我身上，吓死我了。诸位闺秀姐姐有所不知，三哥不喜欢杀生，所以每年围猎的动物 都会被他换成毛毡玩具。毛毡玩具？可是我刚刚分明看到它动来动去的。他们用皮影线牵着兔子，兔子当然会动。太子殿下，下去吧。 哎，三哥，你的香囊怎么就只剩一只了？哦，兴许是方才掉在树林里了。啊，那可是你最喜欢的香囊，是我见你随身最久的物品。喂，回头再让内务府做一个就是了。走，走吧。 累死我了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怎么见着了？胳膊好痛啊，忘力！刚才吓死我了！那树林里什么都有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？你家小姐我没看到，不过我倒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人。哎，对了，梅姑娘呢？ 他方才还跟在我后面，不会掉队了吧？这天色已晚，树林里可什么都有啊。行事。哎哎，怎么了？这太子，三哥干嘛去啊？梅姑娘，梅姑娘。 你们两个去那边找。是。你们两个去那边，我去那边。梅姑娘，如何？大人让我查那个女贼的身世，有消息了。她那三个贼爹爹被招供去了军营盖砖房，有一日喝得烂醉，跟人吹起了当年收养女儿的细节。 怎么说？当真？看样子，我得亲自去一趟黑泉乡才行了。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嗯。既然怕成这样，为何掉队？就为了捡一个地瓜？小师傅，小师傅，还不是因为某人丢了香囊，我想把它找回来，还以为我只是为了吃烤地瓜而已。一个香囊而已，丢了就丢了，倒是你。 也不想想自己的安全，这么晚还在这深山野林里，你也不怕遇到危险？我怕呀，我怎么不怕？那谁知道你们一溜烟的人都没了，天还黑得这么快，我找了好半天都没找到回家的路。嗯，你不吃啊？我不吃。 哦，烫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是你回眸的惊鸿，定格前世的微风。 你轻声叫醒我未完的梦，家国情话难写与你宿命的相逢，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。也不知道小心一点。小师傅，你也吃。我不吃。 可甜可甜了！你逗我是不是？给我！不给，你自己说了你不吃。我现在想吃。嗯，不给。给我呀！不给不给不给！给不给？不给！给我！ 给我，你给我吃一口。我怎么总觉得哪儿怪怪的呢？怎么回事？你这绣的什么呀？是要放在家里镇宅吗？我的好姐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你教教我吧，行吗？你看我都绣了2天了，这绣的什么鬼啊！你这料子选的就不对，来，换一块我教你。这粉色的不合适吧？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粉色怎么不合适了？你跟我学就行了，我绣一针，你学一针。 那这个角不就绣好了吗？我看看你的，你这绣的什么呀？这针脚大的，里面的香料都要掉出来的。这个针脚大，它寓意着大吉大利呀。这形状也不对啊，香囊本来是福袋，你怎么绣成了三角形啊？这个三角形，说明这个香囊它不会变形。行吧，你满意就行。嗯，我觉得挺别致的呀。哎呀。 只要这个人好看，带什么丑东西都好看。也怨不得你，你这摸鱼抓虾的性子，肯定是做不了针线活。不过，你怎么突然想起绣香囊了？还不是因为某人那天为了保护我，把香囊给丢了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哦，搞了半天，不是绣给自己的，是绣给太子的。 你脸红什么？你我那不是还都因为拿月灵珠吗？我寻思着他一高兴，不就把珠子还给我们了吗？那我们就可以早点换回身体，我就解脱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因为珠子才绣的这个。那好吧。 要不我帮你吧，为咱们拿出助力。哎，别，你别掺和了，你绣的太好了，太子到时候一看就知道不是我绣的。要不你画幅画吧？画什么？画太子呀！你画画这么好，到时候把太子给画好看，我再把香囊一送，那他不就把珠子还给我了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画一下吧。不过我在想啊，幸好这个香囊是送给太子的，要是送给心上人的，你这辈子肯定是嫁不出去了。好你个梅呆呆！那我现在用的也是你的身体，我嫁不出去，丢的你的脸。你跟我什么我？我现在可是。 丞相千金，本小姐不用别人的碗盘，不吃手碰过的东西。这货肯定感动得稀里糊涂的，都不知道怎么夸我了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你了。 哎，你也不用太感谢我，就当是我替小兔子送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上面还有你的名字呢。南宫圈，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变南宫圈了？嗯，哎，那个小兔子吃的好不好？睡的好不好？那个拉的多不多？你有没有带它遛弯啊？既然你这么关心小兔子。 你可以自己去东宫看他。那个香囊虽然绣的是丑了点，但是真的是我亲手做的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要是实在不喜欢的话，我还有一幅画，但那不是我亲手画的。香囊我很喜欢。你若是绣的巧夺天工，跟宫里绣娘绣的差不多，我反而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你真喜欢啊？ 嗯，那我这个手也没白被戳了。我看看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被那绣花针扎了几十下，流了点血。虽然痛，但也不是特别痛。你这，我让南北请太医。 我这都愈合的差不多了，不行！哎，别！你看，真的愈合了。这伤倒是看不出来了，还疼吗？啊，不疼啊，一点都不疼了。谢谢小师傅关心。那个，我这虽然手不疼了，但是我心里着急呀。你急什么？你忘了？ 你那个珠子还没还给我呢，这么久你都没还给我。那你给我讲讲，这颗珠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她得了癔症，整天胡说八道，连自己娘都不认识。等等，这跟你这颗珠子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高人指点嘛，只有这颗珠子才能治好她的癔症。你说。 我跟他感情这么深，而且我没遇善，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见死不救的人嘛！我怎么可能忍心看着他病着呢？珠子能治病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古怪的事情。而且，我也从未听过你提起过这样一位好友啊！我提过的。 你忘了？他若真的得了癔症，大可找太傅医治啊。太傅医术十分高明的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这么麻烦的，珠子就能治好的病，何必麻烦太傅呢？41课，法理课。我的妈呀，宫里的绣娘手艺也太差了吧，竟不如我苏府的万分之一。你懂什么？太子殿下一向节俭，说不定戴了个10年8年的，戴变形了呢。你没送给太子啊？我送啦，他可喜欢了。那怎么还在房间里挂着啊？我送了香囊之后，他就很高兴了。我不能一次性就满足他呀。再说了，这个是我们梅呆呆的心血，你看画的多好啊，活灵活现的，简直就是传世之作。我怎么舍得送他？我就是随便画一画，还没发挥好呢。 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那就挂着吧。太子殿下，请用茶。你去趟闺秀房，请一下梅姑娘。是。殿下，有要事禀报。此事千真万确。失窃当晚，园里就有人发现了，不过当晚殿下也在园中。 张园长不敢声张，怕得罪殿下，此事就被压了下去。而且，这颗珠子丢了之后，博园就再没有出现过盗贼。看来此前频频失窃都是冲这颗珠子的。莫非这月灵珠真的有什么灵力？这个。 属下不知，因是生冬之物，博物园也没有特别重视。想来博物园那晚，定是颇多蹊跷。但若真的有贼人盗珠，这颗珠子为什么会在梅玉善手里？恐怕只有梅姑娘才知道了。月影公主，我要回去帮我爹爹。你乖乖待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哭。你记住，我叫星矢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 原来你真正的身份是月影公主。哎，小师傅当真说要还我东西啊？当真，姑娘快去吧。小师傅，我来了！小师傅，大胆梅玉善，你可知欺骗本王怎么了？是砍头之罪啊！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我不会砍你头的。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怎么了？殿下惹了事儿，这会儿还没完事儿呢。啊！快去拿些梅姑娘爱吃的糕点。哦，是。你起来，起来，你别哭，你快起来，行不行？起不来了。起来。起不来了，腿软了。有糕点，有糕点吃。大清妈巧。 我一个小太监，天天看这些东西。你要是再不过来，我可让人端走了啊！你真的不砍我的头了？哎呀，真的不砍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你跟我讲讲。 博物园失窃的月灵珠，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水，来，你激动什么呀？我又没有责怪你，说是……当然不是我偷的了，我堂堂丞相府千金，我偷那东西啊？我偷这破珠的。那这颗珠子为何会在你手里？我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月灵珠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珠子，最多长得像月灵珠吧。普通的珠子应该也有来历吧？这就家里的东西嘛，一直在丞相府里放着。那给你朋友指点迷津的那位高人又是怎么知道，府上恰巧有一颗珠子，可以治他的病呢？这……哎呀，是你叫我来拿珠子的，怎么就变成你审问我了？你就给一句痛快话，你这珠子还还是不还？这一问未解，我如何还你？左左，在，你先送梅姑娘回去吧。哦，这糕点也拿着。是。 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逛逛。啊，殿下知道了会怪罪我的。哎呀，你就说，小梅来接我了。那这糕点呢？我实在吃不下了，你先拿回去吧。啊。哎。 我就不信了，还有我拿不到的东西，就算是玉皇老儿牙缝里那个菜叶子，我都给它抠下。哼！来这边，这边，好，来，都听好了啊！这驱蚊水一定要撒遍东宫的每个角落。要是明儿一早还发现有蚊子，再撒一点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啊，是。 哎呦，小心着点儿，这可是稀有品种啊，娇贵着呢。我抬不动了呀，公公，能不能歇会儿啊？没用的东西，轻点放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嘘，别喊别喊，小祖宗，这可是动工。好的，公公，还不快滚！你，过来搭把手。我？对，就是你，快点！来，你们两个去这边。是。是。 别动！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你认错人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之前非礼过我的那个小宫女。我不是，你胡说！你觊觎我的美色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跟踪我来到了东宫，我今天一定要讨个公道。 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！你在那喊！哎呦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那个小宫女，她非礼过我，往那边跑了。神经病！别理她，我们走。嗯。哎，你别跑！哎呦！你干嘛呢你？你干嘛呢？我看见你了啊！ 你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往哪跑？放肆！给我拿下！呀！太子殿下恕罪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实在是奴才有冤情啊！望太子殿下给奴才做主，好让奴才死个明白啊！什么冤情？有个小宫女，她非礼奴才。你说有人非礼他俩，我都信；有人非礼你。 你是不是对非礼有什么误解啊？奴才不敢瞎说啊。方才那个小宫女，分明就是跑来了这里，这会儿肯定就躲在某个房间里。放肆！你的意思是，伺候本王的宫女非礼你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前世的微风，你轻声叫醒我未完的梦。家国情话难写，与你宿命的相逢。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，想再多一些，多一些，爱才更真切，更真切。 你我各自一半，凑成年年月月，陪伴着我看遍世界，同行在繁华的长街，欣赏你温暖臂弯处倾斜。我们都是彼此天边失而复得的志愿，难解难分若是缘，就让我再盼。 等场，莫问去何。